小那个呢，会受不了。有失必有，有得必有失。你决定要做我的男朋友吗？不一定每天都很温柔的，可能有一点就是。别动，别叫，叫得太大声，把邻居吵醒了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别动，还差三下，我现在就打了七下，我要是再打三下，刚好可以在你屁股上画一朵花。乱动了，要是打偏了，打在什么不该打的位置上，我可是要重新画的。好的，真好看，过来，在镜子面前看看。还是说我给你拍下来啊，看看姐姐在你身上留下来的痕迹，在你身上留下来的痕迹，以后你就是属于我的了，那个、要永远忠诚于我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救命！
下周日，也可能是下周一，下周中，下半周吧。对呀，我也很怀念，我也很怀念以前开始想偷的样子，给你们看看，给你们看看以前开始想偷，我也很怀念。你看，看以前还可以这样，这样，很怀念以前开始想偷啊，这样，
一晚上在这里略略略的，我略的是谁的耳朵？我略的是你们的耳朵，你们怎么这么不争气呢？谢谢上位。
今天晚上就不要睡了，嗯。好了，要下播了，要下播了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守卫，守卫，晚上好，早点睡，我也睡，我也睡了。我下播就去睡觉，晚上也要早点睡。明天晚上见，好不好？明天晚上见，辛苦大家了。大家晚安。有没有飞机？我今天要中的呀，没有了吧？没有，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，明天来送。今天晚上我一个飞机火箭都没有卖出去，今天晚上小秘书没有扣过一呀、什么鬼嘛，你们不播了，我明天晚上不播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怎么回事啊，你们最近耐力这么好的吗？嗯。